好了，各位 YouTub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易总。那我们今天再继续录一下这个影片哈。我当然是丢啊。我怎么在那边让他打？哦，他的成就，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好解。我很喜欢他的壕沟战，他的壕沟做的真，这个壕沟做的真的是好。害我刚刚突然叫不出来，手枪忘记掏出来了。血套是真的。Thank you.为什么射不出去啊？靠腰欸。蹲下来好了。
Nazis!装填，我操！你不能一边走一边补子弹啊！看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我不能一边走一边补子弹啊！我一定要，他那也吸啊！我靠！我靠！看嘛，这个游戏不行啊！我现在才知道说，我不能一边走一边跑，一边补子弹。那手枪不行，那步枪更不用说了。所以说我补子弹，我一定要站着，一定要停止、静止在一个状态才可以补，是不是这样？欸，有人问我说之前有人问我说这个人数多少，好像这个人是没有六十几，没有到六十几，所有玩家加起来没有到六，也没有不可能到128的，好像我忘记多少了。要静止的状态下，你才可以补，才可以补弹药。我连补血都是，补血也是要静止的状态下。哦，这样子懂了。那这样子可以，那增添了这个游戏的难度了。我必须说，那这样子就真的是不好打了。我们不像战地系列这样，我可以一边走一边装填，这个游戏不行。不知道这以后会不会改，因为我这样子打起来很累。骷髅头是挂掉的地方，人物挂掉的地方，它就会显示骷髅头。所以我们玩战地系列的话，大概就知道说，你骷髅头那边地方就是有人
有敌人在那边打你这样，我们可以以此类推。又可以开大招。这要后退。他应该是怕玩家作弊，就是直接冲到前面去，所以说他要做这个机制。我看到敌人了，看到敌人了。你们在那边干什么？躲起来。一定要静止的情况下，你才可以补弹药了。这个时候不能去拿迫击炮，会垮掉。我真的是非常无言呢。我换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工程兵五级的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破击炮，对，敢破击炮，太好了。打到敌人是不是？哇靠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炸这边。
看一下光明兵可以做多少事情。看，我铁。哇，这真的他妈非常讨厌。 真狠啊！妈的，这是。 不过这个游戏有些 NPC 还蛮聪明的。 可用的弹药。
错。弹药。来得太突然，没看到。这个有四刀，这个步枪兵有四刀，我看到了，所以不是每个兵种都有四刀的。哦，这个提前量不行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收看。哦，我们终于赢了。哦，在看影片的各位不知道，我玩这个游戏真的是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，哦，我还解成就非常的伤眼睛呢，哦，真的是好玩，但是又不容易上手。真的是哦，哇，分数这么多啊！真的还是假的？OK， 感谢大家收听，当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